四自助餐。洗脸。第二个字猪。第二个字猪。对，第二个字猪。对啊，第一个字对了，猪是吧？第二个字是猪。那我回去吧，累了。算算，过，下一个。缺氧。啊，他啊，这个好，人字拖。人字拖，三个字，你把那个叉子拖。人字拖。香港脚。啊！过去了。哎，过不来了。香港脚，过来点，哥们儿。然后呢，一个鞋，人字拖，一个鞋，人字拖，人字拖。哦，对，说出来。对。好嘞，要缺氧了。这一趴我想出去猜，我觉得在这儿好累，在里面真的很，而且无语，帮不上忙。要不我先选，你挑个近的吧。我挑个近的。啊，你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雷茶滩。雷茶滩的词语类别是旅行，请出发。雷茶滩在哪儿？啊，我可是三个字。啊，三个字。照相机。拍立得。对了。走。三个字。身份证。还好今天有坐高铁，这拿道具了，这不能算啊！比我们的题可简单多了，走了。我腿酸死了。你去吧，我远的留给我们。行，我去吧。哎，选一个近一点的，最近的那个篮球场。好，篮球场是电器。电器是吧？好。篮球场。怎么了你这？撒了气儿了感觉。撕名牌我都没有这么用力的跑过。就这么不想回酒店吗？三个字，一问，行，好，对，指纹。指纹解锁。没有解。他应该是听见了吧？他是不是听见我们说话了？他离得近，他就在门口。榨汁机！啊！人。三个字。杯子，喝水。水。炸弹机。榨汁机。机。炸！喷！爆发！炸！过！他没用过榨汁机，可能。完了！太难了。这过吧。猪，如。爸爸。第一个字，除湿器。买，白。啊，三个字，一，什么除螨仪。对，厉害。啊！救命！
好累啊，在这里真的好累，我能再出去一趟吗？你在哪？